明天我们要早一点睡觉哈、哦，然后我们就要去早一点吃饭啊、哦，然后我们要去大安社大，好、哦，记不记得大安社大？嗯，去啊、那个郭泽成老师那里上课啊、哦，那个老师，那个很年轻的老师有没有？上我们的课啊，还有美琪老师啊，魏美琪啊，魏老师，美琪啊，每次上厕所他就帮忙我带你去上厕所，有没有？记不记得？美琪，记不记得美琪？还有慧文，他爸爸九十几岁，啊，做里长，有没有？啊，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，我正在做录影。啊。哎。不会影响到你吧？我。啊，那我们要去那里哈。哎，会有蛋糕吃，好不好？切蛋糕，给你切蛋糕，给你分蛋糕，好不好？啊。然后还有我们那个四年前拍的那个，拍那个。片啊，嗯，阿波说会来，阿波说会来，啊，胡妈妈会来，好不好？胡妈妈会来，阿波说也会来，啊，好不好？还有红姐姐会来，啊，好不好？红姐姐，啊，还有那个，我的同学。啊，丽梅、丽娟会来，啊，秀妍会来，啊，秀妍会来，啊，秀妍会来，还有谁呢？还有小郑会来，啊，姐姐去，堂姐去了，去了国外，啊，她去下。暑假去旅行去了，哦，他不在台湾，所以他不会来。小郑会来，好不好？还有，徐英跟诗本、小俊他们都会来，好不好？那还有就是我们那个大安社大环境大声功的同学啊，老师会来。对不对？竹林帮我们照相啊，帮我们写报道的竹林会来，好不好？还有谁会来呢？啊，黄大哥不知道会不会来啊？黄大哥、黄大嫂会不会来？嗯，那还有何大哥会来。我老师会来，啊，我老师上课，我上课的老师会来，然后就是摄影班的伙伴会来，啊，好不好？嗯，啊，阿波说会讲点话，哈，阿波说会讲话，哦，好。阿波说会讲点话哦，好不好？嗯。嗯，OK。然后我们吃完蛋糕，啊，他们讲点话，祝你九十岁生日哦。嗯，好，我们就会来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我们明天早一点睡觉，好不好？啊，好好。趁着跟妈妈做泡手泡脚那时候，顺便跟泡手泡脚那时候顺便跟妈妈讲，明天那个九十岁生日的
的这个事情啊，让妈妈心里有个准备，好不好？明天要带你出去哦，好不好？啊，好了啊，你看这个手，打开，妈妈手打开，妈妈手打开，好吧？手打开，啊，手打开，手打开，嗯，手打开，哎，对，很好。打开这个手指，大拇指打开，对，很好。打开大拇指，打开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大拇指打开，翻过来。哎，很好很好，哦，哦，哦，大拇指打开，大拇指打开，哦，很棒很棒，啊，好，啊，大拇指打开，哎，很好。很好啊，啊，很好，很好，啊，很棒，啊，好。